曾回来过。你们手机的灯可以打开去哦，好吗？照亮我们台东的星空。开心可以来到台东，甚至是关山，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来到这边表演。然后其实我对台东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台东可能有热气球节，对吧？你们有去过吗？对，我好喜欢哦。所以但是每次因为都是表演就没有好好放松在这里玩，
然后今天也是就是表演完之后明天住一天隔一天很早就是飞机，然后就要飞回台北了，就觉得好可惜哦，每次来都没有好好的玩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这边不管是表演也好，然后好好玩放松一下跟大家一样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。最后一首歌的